大家好，我是旭哥吴凯岸，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这个是 3D 忍界大战，反正就是一款大家还是一样不用花钱呢，无氪玩就好的手游。哦，看有没有中什么角色。开局的话呢，就可以爽爽抽啦，就是一直抽都抽。旭哥已经抽了非常多抽了，啊，就无氪轻松玩就好了。那开局可以拿到非常多支的五星，然后还有很多 T0 神角都可以免费入手，就可以拿到像是鸣人啊，然后小樱啊这些角色。那今天分享这游戏官方认证呢 T0 最强的手抽阵容，还有这游戏最多礼包码隐藏版的序号，还有最爽的福利、最爽的攻略、最爽的转蛋，都在这一集分享给大家。好，还没继续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序号独家最新。好，那我们进入游戏了。哇，这一款怎么觉得很眼熟啊？旭哥，火影忍者的手游也玩了，不知道有没有大概三四十款的以上，说不定有玩到将近百款的，实在太多了。那现在改成 3D 的，不过应该也差不多啦，反正就大同小异嘛。放置的玩法，放置上阵，然后这样玩。放置小人推图，好下去吸。宇智波斑，来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来抽手抽了，来我们的手抽。勘九郎，把它做成 3D 的，啊，其实是一样的。这款是不是有很多名字啊？怎么觉得好像之前玩过，但是一直想不起来是哪一款？反正就都很像啊，大家自己知道。这种手游就免费白嫖一下就好了，开心玩一下就好了。这种，反正应该大多数玩家也都无氪啦。这种。都无氪玩玩就好了。现在有谁会很认真在玩这种的吗？就是无氪居多啦，应该不会有人自己跑去当冤大头吧？就是放置啊，然后可以领这个奖励，只要挂机可以领到极品忍者五星，五星鸣人是不是？极品忍者挂机就可以拿到了五星角。接下来就是来抽手抽啦，我再来抽一抽高级招募，这一次应该可以中免费的五星。来，以这个经验看，五星天天有没有？已经玩到知道他会出什么角色了。哎，刚才那个奶好像蛮晃的，可以赏上，然后继续挂机，这次可以上更多只。其实还算 OK 啦，整体来讲还算不错啦。还有什么查克啦，好领奖励，然后等一下就可以上这个我们的神兽。只要把这个任务解完啦，所以大家都知道怎么玩的嘛，这个。好，冲冲冲就对了，冲冲冲！好，大致上界面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就是长这样，然后一直冲主线，然后就会有很多奖励可以拿，爽！最近有好几款都差不多，连界面都超像的。旭哥来分享这游戏最新最全最多组的礼包码，还有隐藏版序号的拿法，2024最新的福利。首先点画面左上角人头，点进来之后呢，点画面左下角的礼包码，这边就可以输入礼包码了。好，那因为现在可能就是它这个有一些 bug 啊，所以你只要输入不管是名字啊，或者是那种要输入东西，它都会宕，都会直接闪退。已经有很多灾情了，就是只要输入东西名字或是说礼包码都会闪退，都会挂掉，
所以里邦马这边呢暂时是不能输入，但是你可以去官方的 FB 那边留言，应该可以拿到里邦马，然后再来输入，可能请他们就是修正一下版本嘛，这个应该是有问题的，就是有一些 bug 这样，点进去就会当掉了。那里邦马的话呢，应该那几组啦 ，VIP 666 VIP 777 VIP 888吧，大概是这几个，还有什么 VIP 可能2024啊。以旭哥的玩那么久这种火影忍者的经验应该是，然后他官方的 FB 也会推一些这个里邦马，会在 FB 的网页可以去找到，就是这样输入这样。那因为这个一输入就当了，真的屡试不爽，大家应该有玩都知道，你刚进入游戏的时候输入名字就当了嘛。所以旭哥名字都没有改啊，因为他输入就当掉，就这样。好，所以就是你要玩的话，可能只要有输入东西，你都不要点，因为他会当掉。好，这个是反正这种免费的东西嘛，看看啊。因为旭哥也不会花钱啊，这种东西建议大家也不要花钱，就无氪玩就好了。好，好，接下来呢有很多福利可以领一领，免费的就加减领，好不好？招财猫啊什么，免费加减领一下。白嫖一下，那下载的话呢，有这个奖励，有金币啊，然后有铜钱，还有 ESP。接下来画面的右下角呢，有这个信件，信件可以领取这个礼包的福利，像是有100个金币，还有大奶的哦，赞，这个不错，大奶的钢手，然后这边有一样有200金币，然后这边有哇名人，免费拿到五星名人了，爽。T 零神角免费拿，有没有？哦，五星的小鹰一样可以免费拿，就是这么爽。宝箱来开一下，还有这个神装可以拿，然后鸣人加小鹰直接可以入手。所以我们又拿到鸣人加小鹰，还有这个天天嘛。那转蛋也再来抽一下吧，反正有的抽就加减抽了。来，哦，五星的玉手洗红豆，手洗红豆，来，四星的仕途，四星，好，中了两个，中了一两个，目前好像中了几个五星呢？等一下再来数一下好了，来抽，转蛋券就把它抽一抽吧。好，那这个来，哦，三星，再来，抽好抽满了，看能够中几个五星。钢手的奶真大，赞。可能是火影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最赞的女角了。人气应该也非常高啊！好，又中了好几个五星了，爽！来，又多一个女角，玉手洗红豆。好，那旭哥最后来分享官方认证啊 ，T 零最强的手抽阵容。那官方呢有提供就是最强的阵容给大家，这边有很多队伍可以参考，像是前期呢新手前期过渡嘛。他从新手到后期都完整都有攻略给你的，所以整个我来讲蛮方便的，所以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收集卡片养成的角色，然后就是免费白嫖一下，轻松玩就好了。这种手游，那他都有给你了嘛，基本上你要玩的话也很轻松啊。就新手过渡是前面我们可以拿到角色，那后面呢，像是有佐助嘛这些东西，什么卡卡西啊，然后后面的话就有水系连系的追击的阵容，水系的。那接下来有这个风系的阵容，然后这个火系的嘛，火系的阵容，然后这个仙系还有魔系，就是这个五大属性的阵容。那当然仙系和魔系是最强势的，后期最强势的，那官方认证最神的这种，但是就是比较难取得仙系的角色，仙系群攻护盾，然后魔系的话呢是群攻吸血。好，这个就是官方认证 T 零最神的阵容，最强手抽阵容。好，今天攻略就分享到这边，大家记得订阅旭哥频道，看旭哥手游攻略，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品码、礼包码，然后这个兑换码、虚宝、虚号呢，都在旭哥频道。
好，还有这种各种最新的玩法啊、攻略啊、手游。好，那我们下一集呢，攻略见了。